这个虾。每天都吃那么多美食，这是我们的工作，工作就是吃，吃就是工作，吃是为了赚钱，赚钱是为了吃，陷入一个循环了。慢点吃，好嘞。吃就给钱嘛，没人给钱。吃的话吸引人来看我，看我的话人多的话我就可以带货，带货的话我就可以赚钱，是不是这样式的？卖货赚钱，吃的香看我的人就多，看我的人多的话我卖的货就多，卖的货多的话我就赚更多的钱，所以我能量吃香点，这样你们才能看我。主要是我喜欢吃，我爱吃，我一吃我就这么香，就这么香，我喜欢吃。我是个小馋猫，不是，我是个小馋鱼，最爱看你，谢谢宝宝，好久没看我了呀，干啥去了呀？好久没看我，你还有脸说？真的是，都不想我吗？好久没来看我。上班去了是吧？好嘞，上班了就行，上班了就行，上班赚钱，赚钱的话来小鱼这边消费啊。买自己需要的东西啊，不需要可以不买啊。开玩笑的都，这些鱼是幽默知道吧？啊，别当真。你要当真的话，我真的我真不开玩笑了，知道吗？都是开玩笑的啊。鱼是幽默知道吧？鱼是幽默。想看我吃甜品？好嘞，老天。这个脑花呀是煮的。来我家吃肉啊，行啊。宝想吃多少有多少，来我这边。难受吗？吃多了肯定会难受。我知道，聊点一点。但是的话，人家这个适量嘛，对不对？对。别吃太多嘛。脑花什么味啊？脑花那个糯糯唧唧的，还挺好吃的。蘸一下，好嘞。我才发现我们是同城，欢迎同城宝宝。我是咱们盒子的网红，关注一下。网红，网红，网红。主播眼睛有眼屎。没有了。你出去有人认识你吗？有，但不多，老铁们。实话说，不是很多，因为咱这个知名度还没有达到啊，继续努力吧。去过泰山吗？没有哎，没去过泰山，离我们挺近的，这个泰山，爬个泰山应该，但是挺累的，是吧？没爬过呢还，但是我太累了，我不愿意干这个活，不愿意累着自己，我愿意休息的时候我也躺着休息。去掉美颜看看我，去掉美颜呀。你确定吗？这大半夜的，咱说实话，大家都睡了，都躺在床上呢，啊，都躺在床上呢。这个时候，咱说实话，如果是花美颜的话，他们会不会腾一下子从床上坐起来，吓一跳吧？得，躺着都得坐起来，坐着都得跳起来，站着都得飞。哎呀妈，呼吸，咱们去。